秦拓集团创建于20世纪70年代，我们是一家纺织服装的家族企业。我们和全世界著名品牌进行战略合作伙伴的关系，如 Tommy Hilfiger、 Abercrombie and Fitch、 Calvin Klein。 今年 CK 是50周年，他在全球做了一个50周年庆的一个特殊的设计。我们也同时去找了传统的印花去开发，同时我们也用那个康利的打印去做这个开发。只有康利的打印能够把彩虹的整个打印的效果能够成功。从计划40000件，由于这个设计的成功和打印的效果，我们一致扩到100000件，一下子增长了3倍的销售额。我认为我寻找康利，是我希望我们共同的去给市场、给品牌、给消费者带来可持续性发展的推动力。